创造绿色环境的道路上，请问艾格先生，你们留下的里程碑是？在更多创造源自木材的理念下，1961年，艾格生产出第一块塑合板，为了节约能源，投资研发再生纸制成的蜂巢板，以节省更多木材。此外，圣约翰工厂的木材烘干机以先进空气净化装置提供可再生热源，还能为周边社区供应暖气，把森林、工厂、消费者串成一个圆，让原料100%被循环利用，在每个环节实施减碳，正是 Eager 的每一天。落实 SDGs， 升级基础建设，改造工业，达成永续。你的一小步是地球永续的一大步。奥地利 Ea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，总代理威佐开发。